真好哩哦。懂得了，体谅，你的生活再也不会有惆怅。当你明白了这道理，你心情将会更开朗。全球的观众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陈素芬，欢迎收看今天的草根菩提。小弟弟讲，情人眼里出西施。那是缘分高，外表不是问题，身高也不是距离。就参照阮今仔日的主角清泉师兄甲罗晋师姐同款，师兄身高160公分，未汽车材料；师姐身高有180公分，是厝头家的查某囝。两个人每一天见面，感情嘛愈来愈好。只是相爱真简单，相处真困难。结婚了后，翁仔某为着生活，常常伫个冤家。到底因爱安怎做，才当找到过去谈恋爱滋味嘞？咱就赶紧来看刷落来告诉。老赵，我们刷你去买棺材啊，好去洗吧。嘿啊，要徛伊山顶的一滴啊园挂竹笋，路不好走哈，小心一点哦。啊，无迄个呀，迄个紫色迄个呀，反正袂错，反正。遐笋仔园，我甲阮叔啊，一人一种一半。这绿叶啊笋，今年绿叶啊拢也袂发嘞。大刚起来，透早拢会起来才做运动啊。乌竹笋就当作咧运动啊，了乌咧就规身躯汗。诶，阮丈人啊因种的，啊？阮丈人啊因种的。哦。啊，丈人啊岁数较侪啊，伊无法当用。啊，我就起来用当作咧运动安尼啊。啊，即较早，阮某因都伫遮大汉的啊，因在地啊。以前是听柴，然后我们小时候就跟礼拜六、礼拜天放假，就跟爸爸到山上，然后拖一个人就拖左右各一只，然后就像火车一样下去。那时候是在对吧？它枯掉啊，啊，就做草都去尔啊。那时候阮公孙拢会晓劈火，会晓捅啥。咱换来挂几滴啊，挂几滴啊，变成顺刀啊，凊彩压下就起来。那时候他因为跟我爸租房子嘛，然后到楼下，他那时候头发哈就好像非洲这样子，很蓬就对了。那时候只是说，哎、欸，这个人怎么住楼下，好像看起来好像不怎么样、啊。那时候是那种感觉了，然后就这样边聊，聊，就很投机了，就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年轻人还不错啊。蛮负责任的啦，他、啊、也是很诚恳。那时候看到他就觉得说，哎、欸，这个女孩子，她每天都固定那个时间下班，哦，也很乖啊，她下班都不会乱跑，这样子，然后固定5点半就到家了。啊，反正如果说有机会的话，为什么不把握一下？第一次应该是去西门町的，去西门町的时候是我们找她，他们找我，怕弄丢了嘛。但是她人比较好找，因为她人比较高。都是我们可以找到他们找不到我们。结婚后，我觉得像有的时候会为了小孩子的事情啊，啊，为了一些琐事啊，跟他讲个话，他会觉得说啊，这怎么是这样子？目屎流嘞啊，人都不知走去倒去啊，那个都会啊。然后那时候会觉得说，那个也没什么事情的事情啊，啊，为什么会有干那足大条啊呢？对啊，这个是规定要顺啊。对啊，这个如果稍微不注意看的话哦，你看不到。哎，要进。嗯。
那背哈、哦。这个把它安置弄下来，然后一个背，把那背往下拨，它无你背下背就较宽，这细的给你提，大的我提。你看帮我这搞有。不晓得为什么他们当时会在一起啊，就是他们身高差那么多，感觉就是如果我妈想要靠他的肩膀，不就？对，那种感觉。就天差地别啊，一个那么高，一个那么矮，为什么会这样呢？我就很疑问啊，疑问为什么妈妈那么高，要嫁给爸爸那么矮？啊，爸爸要拿东西就要垫椅子，啊，妈妈要拿东西就不用垫椅子。那时候也是怎么讲，也是可能也是缘分呐、啊，不然我以前我也是交过很多个异性朋友了。啊，当然那时候标准都很高了。他、啊、就是说，哎、欸，自从认识我先生之后，他、啊、觉得什么标准都不是了，都不是标准了。你爱怎卖无影响？是材料要互人客啊，下边的物件。喂，嘿，九三年的啦，九三的啦。我叫伊先来去工厂看卖啊。找不到，找不到，里面没有东西啊，要去调货啊。那你要找什么？拖拉机的传动轴的中间的吊架。拖拉机中间的吊架啊，那支撑那个传动轴的。我看你这样一个一个，你安尼找有吗？啊，大约啊，拢知影家己物件放伫倒啊，都有印象，啊，记在脑子里面啊。啊，感觉找无过。偶尔。对十八岁学做师啊开始，清泉师兄就一直伫咧做火车零件材料制造，因为师兄甲两三万种的材料拢记甲清清楚楚，佮加上脚手紧，骨骨力。所以人客一直真懊恼，这么多年来，师兄会这么打拼，都是希望在二十八岁之前，会当家己开店做头家。这个，哎，现在也无销啊。那个我最近才搞。你最近才搞，那物件卖多久，不过都无讲介有销啊，久久的才有一粒啊。我先过来。好。是啊是啊，会当领这些哦。袂啦。现在把进货的那个输入电脑里面呢，进货的资料，这样子。才知道那个，反正现在人都用电脑来记比较单纯一点，记得比较多了。啊，我现在人家刚才拿票来，拿货付货款来，啊，看货款对不对？那我是做会计部分的啦。清泉师兄租厝开店，厝头家查某囝。就是孙兄即卖牵手落进世界。迄个时阵，因为孙兄拄啊创业欠卡手，都拜托师姐暗时来斗三工技巧。都因为两个人逐工做伙，所以嘛愈来愈会讲。结婚了后，师姐专心伫材料行上班，但是捌有一段时间，翁仔某两个人因为一件代志差一点啊有误会。他的工作量不是很多了。会计的工作不是很多、啊，然后我上班比较都通常时间比较久嘛，可能没有考虑到他的感受了。老师，我发觉说，哎、欸，为什么你早上都失踪？我问他的时候，他才跟我讲，他做环保、啊，他可能是怕我反对他还是怎样的，我也不知道。
我说你有加多无借我一个好不好？借我梯啊。梯啊，条条。嘿，好，感恩。我已经做三年多，得要四年啊。刚开始是想讲立迄工作看着好啊，无甲注意讲遐济，想讲可能立着好啊，其他无要迄落啊。啊是去找厝边啊，啊厝边讲伊咧做主席，啊才带我来啊。啊我带我来了，我就正开始做，前迄阵就做到今嘛。啊想讲伫咧厝诶，要伫咧厝诶嘛是闲闲啊。啊会使讲来做两三点啊，真久诶安尼，做了嘛真欢喜啊。啊，无伫咧厝诶，伫咧厝也无在租者，想伫咧厝嘛是伫咧用啊。啊，用诶时阵会去逛街买东西啊，啊，加减啊买，啊，着愈买愈侪安尼。各位菩萨啊，恁甲手边诶工课先放诶吼，啊，咱来听上林诶法喜如水，感恩哦。各位菩萨，请合掌吼。咱向佛菩萨及上人行三问讯礼，一问讯，再问讯，三问讯，这样就可以了哈。收牌，带你出来。哎，搁出来，搁上出来。你起个 open 呢？哦，是啊。哎，等伊那边哈。我显示一个什么什么什么出来的时候。啊，那时候就想说，你怎么会可能跑去做环保呢？那时候觉得很讶异啊，因为他以前不会跑，骑摩托车不会跑太远。那我就觉得说奇怪啊，这边又没有什么环保站啊什么的啊，我还以为他跑到三重去，然后三重那么远，你怎么敢去啊？然后后来才知道登年路的五股环保站啊，做环保你怎么跑得知道？然后我就觉得说做环保很好啊，因为那时候环保我比他早做。今年啊，阿师姐来去做回收，我会先甲封住起来。啊，封住起来，伊转来煮菜就好啊。那毋是你先做煮菜？啊，我煮菜当时炒一个菜要炒十外摆才炒好。因为当时电话若入来爱接电话啊。啊，你哪会知咩煮饭？啊，以前这个要感谢妈妈。以前小时候就叫我们煮了啊。哦，对了，要跟我妈妈说谢谢，还要跟她说生日快乐，明天就是她生日。接触慈济是因为师姐，人家跟师姐募款嘛。她接触慈济之后，然后师姐来我们那边聊天，她去那边第一件事情，她看到因为我有货车嘛，然后她就说要我说，你第二个礼拜大型回收，我们出来去再环保资源回收好不好？刚开始的话没有理他啊，然后隔了大概两三个月吧，他来的时候就跟他讲，跟师姐讲说，我知道你又要跟我说什么了，好了，那下礼拜我去载好了，因为反正也闲着也是闲着，礼拜天刚好也放假，因为就只有礼拜天有时间呢、啊。好，然后我就去就跟师姐说，可以了，我礼拜天可以去帮忙再回收的，然后我就去了。现在去载环保回收的，礼拜三跟礼拜四的晚上夜间回收的。苏兄讲，因为平常时爱顾店，所以甲苏姐做环保，都参存日头甲月亮同款。苏姐做日时，伊就做暗时。那是安尼，那是拄着苏姐有活动，伊嘛鼓励苏姐去参加。虽然无法度甲苏姐做伙。但是苏兄真珍惜暗时出车载环保的机会，虽然才短短两点钟，暗哥是上平安自在的时阵。结婚前的话是，因为还没有住在一起嘛，所以各自在自己家庭的话是看不出什么了哈。
啊，事后结婚之后，我常常跟他讲一句话：你出去跟他碰去，啊，等下跟他扣掉。因为他常常把家里当旅馆，然后白天都看不到人，他去应酬啊。啊，那时候打 BB call 给他的话，他也是他看是家里的电话，他也不回啊。尤其那时候又怀老大，然后又生出来的时候，那因为第一个嘛比较生手啊，那也比较不会怎么带。那当然也希望说，哎，有先生会在旁边帮忙照顾一下就对了。然后常常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啊，有时候觉得说，好，你出去就不要回来了，也是都会啊。那时候有时候气话都会啊，啊，可是讲一讲之后就后悔了啦，真的就后悔了，就是说啊，你还是真的希望说他平平安安回来啊。他慢慢的，我觉得他有在改变了，就觉得说，哎，他也是有了，还是有比较会顾家了。啊，什么事的话，就是说，哎，我们家怎样怎样，就是在外面的时间就是也比较少了。好，嗨，你坐回车啊？嘿，拜。以前的时候就是住在这边嘛，然后就是刚刚走过那个二嫂，他跟我妈妈在聊天，就看说啊，我们两个谈话好像很谈得来，然后就叫媒人去说媒啊，然后后来想一想说啊，那也该结婚的时候了。哦，所以刚刚走过去那个是你二嫂？对。啊，那个人跟人在一起，我觉得就是好像一种缘分啦。有迄个缘，有迄个才有法当做伙啦。那么以前刚开始交的女朋友都交不成，高卫生啊。是安用高卫生？那个缘都很好呢，但是就有缘没有份。像我第一个在台北本来要离职，那时候人家介绍的，要跟人家去约会，结果睡过头了。你睡过头？对。找他来。布雷了，布雷这么爱跳到那个无会到时的样的，坐来底，从后背落。啊，我想讲，我要再三零步了。我是先认识他的师姐，哦啊，那时候因为我到他们的店里嘛，那师兄也刚好在场，因为我那时候做欠车，做环保哈真欠车，啊刚好他也有车子，啊就给他伊引进啊来搞阮到三港，然后就这样一直做到现在，嘿啊很有心哦，从不缺席的。其实哈，对我们慈济的那种我那个师姐。然后是有努力，不能说现在完全都很好了，啊，那但是他啊有这一份心啊，就是有在注意说啊，我们应该什么东西哈，哎，不能什么习气不能有，然后他自己做出来哈，当志工，他也会引进他的朋友，让他们也有那个植福啊哈，那个种福田的机会。你明载落未？你若载未落，你爱甲我讲哦。啊，若载落，拢你先跳，啊，我那爱过来马祖金口遮哦。遮我那爱等甲做完哦。哦，好。你们都要互相支援哦。对啊。啊，东西要载完啊，免得等在遮啊。啊，即摆在载，要去载去倒？载去园区。他在讲租厝啊。这行李箱抓出来，然后就反正住在那边之后，然后就认识他嘛。那一开始你不会觉得你跟他身高差很多？当然会啊，不过以前老师灌输给我们的观念就是说，可以这个有一点优生学的概念。那个就反正从小就觉得说我们人又不长得比人家高啊，然后如果说有一个，那人家都说如果妈妈比较高的话，儿子都会比较高啊。会有遗传嘛，然后就想说，对啊，身高才160而已，刚好符合国家标准而已啊，可以当兵这样子啊，可以当兵啊，差一点不能当兵的，
再矮一点就不能当了呢。那个老三啊，那个现在还没比我高的那一个，那老师也笑说：“爸爸，以后如果我长大的话，我们家里最矮。”虽然清泉师兄的心观常常好心改笑，但是师兄总是讲人小志气高，会当靠家己的双手打拼，甲师姐建立一个温暖的家庭，陪伴四个宝贝后生大汉，是比什么更加重要的哦。我说：“爸爸，我以后一定会长得比你高。”爸爸就说：“等我长大之后再说吧。”你希望你可以长到多高？160以上吧，反正比爸爸高就好了。还没入瓷器以前吗？就是妈妈脾气很暴躁啊，有时候就是会打人、骂人，然后爸爸也是啊，就喝完酒之后，有时候都不回家，然后回家就会骂我们，然后骂妈妈这样。啊，入瓷器之后，就爸爸的那个就是抽烟跟喝酒就比较少，就每天都会回家啦。我觉得那时候是最有话聊的时候吧。然后妈妈就是脾气也改变很多啊，像以前如果我们在家做一些不好的事情，他都是用打不然就骂，然后现在都是用讲的，然后讲到就是让我们觉得有点惭愧。师兄，你们现在要去哪里啊？要拿贵族土地环保站。这是你早上采的？对。哎，上人的法，那我想说上人法这么好用吗？后来我就是有时候就是说遇到瓶颈的时候，像最近我就常常去，有什么问题的话，我去翻经思语，然后就可以得到很好的答案。因为就是上人的法，然后改变我们啊。对啊，啊不然的话，如果说我们没有接触瓷器的话，是不是我们就像一个，就跟他说，哎，看什么就是不顺眼啊。像上人不是说，哎，比较跟计较不要去信。对啊，那以前就是会去计较，会去比较啊，然后慢慢的自己就说，哎，反正心量放大的话，福自然就会进来啊。你敢不看卡片小姐姐？那其实就是真正的就是认识你真好这样子。那时候就觉得说啊，他对我的感觉蛮好的，然后我就说好，那可以开始去追求他了。所以这算是情书吗？那时候写的圣耶诞节的卡片啊。那你一直留到现在？对啊。大概几年了？17年了。今年刚好满17年了，结婚17年的纪念日。今天刚好是17年。对。十年修得同船渡，百年修得共枕眠。恩婚是天注定。清泉师兄跟罗金师姐结婚17年，本来吵吵闹闹的生活，因为做环保，开始有同款的话题。即马伊唔呐互相体谅，嘛愿意改变甲包容。苏姐总是讲，苏兄虽然身作较细汉，但过时常信赖外靠。为着苏姐，苏兄渐渐改掉饮酒甲结婚的坏习惯。只要阿母若甘心，就算讲生活平淡，嘛有幸福的滋味哦。草根菩提，真感恩大家今仔日收看，我们下次见。